的对的。来紫薇啊，咱这个甲鱼它是在东稻田甲嘛，对。你紧张的不行不行不行啊。那个哥哥，哪个哥哥嘛？他说让我放生，我真的是受不了。你别这样，这是一直放生。我刚刚那一窝我送了，我这一窝还要送。刚才是放，这是这个是送。对的对的，什么？有个姐姐让我开价，想要想要的给我打在公屏上。我去，这个姐姐你别这样，19块钱我怎么可能敢给你们卖嘛？哇塞哇塞，真的是行，发财了，下面一米三都有货。哪里？哇塞，9.9块，全给我打在公屏上。你看这个美好的回忆，变19.9飘起来，咱那个飘在公屏上面哈，把666给我飘在公屏上面，28咱都不要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还要减30？是的，平时卖到200多的哈，双十一、双十二卖到128的，咱说了今天啊，扣了200的，每人送一只。此时此刻哈，咱现在去扣666扣了，咱今天128我都不要了哈，咱再逆减30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来把666给我打在公屏上面哈。来扣了666的哥哥姐姐们，来那个弟弟，你录屏器给我打开。行，没问题。来，现在你看一下，现在此时此刻有多少人扣了666的？哇，现在50多个。50多个是不是？是。弟弟，你还能挖几只？哇，那就挖这几只了吧？这里面有8只。8只是不是？来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，咱那个甲鱼现挖现发的一个生态甲鱼，不是温室甲鱼哈。直播间的哥姐们，刚刚扣了666的，咱说了每人送一只，再逆减30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双十一、双十二的活动，咱是卖到128的，今天扣了666的，逆减30，我直接99给你们上车。啊！直播间的哥哥姐们，咱只有5单哈，只有5单哈，只有5单，哥姐们。3秒钟的时间，拼手速，拼网速，谁抢到就是谁的，好不好？是的。咱这个不是那个打激素吃饲料的，咱这个甲鱼是那个稻田里面生态甲鱼，平时吃野泥鳅、野黄鳝长大的哈。是的。来，3秒钟的时间，咱们上链接啊！来，3、2、1，好的。来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妹，99的链接在我们的那个2号链接啊，已经上好了。只有5单哈，直播间的哥姐妹，刚刚扣了666的，您去拍拍了，妹妹今天给您发2只，好不好？送一只，买一只送一只，到手2只啊！一只多少钱？一只只要40多块钱，对不对？40多块钱。对，你们去市场上面买一只那种温室甲鱼，一只是不是也要个20-30块钱，对不对？是啊。今天在妹妹直播间啊，今天在妹妹直播间，您平时花那个什么买那种温室甲鱼的价钱，今天在我直播间，我给到你的是土甲鱼。这个甲鱼拿回去怎么吃？一只有多重，对不对？来，咱这一只甲鱼啊，992只吗？对的，对的，99。今天给他发的是2只，不是1只哈。直播间的哥姐们，来，现在此时此刻能看见99链接的哥哥姐姐们，您去拍，拍了妹妹给您发2只，买一只送一只啊！一只有多重？一只的话是1斤2两，1斤3两，1斤4两。但是今天在我直播间，我都只按照1斤的价格给到你们，好不好？是的啊，咱这个甲鱼拿回去怎么吃？拿回去炖老母鸡、炖乌鸡、炖鸽子啊，大补的。像家里面老人小孩需要补钙钙的哥哥姐妹，您用这个甲鱼拿去给他炖个老母鸡，那个真的是大补的。咱那个我们农村有句话说的好，叫什么？内行人吃软巴。外行人吃什么？人参。对的，这话就是这么来的啊。对的，这个甲鱼一只有多重？一只的话是1斤2两，1斤3两，1斤4两。但是今天在我直播间，我都只按照1斤的价格给到你们，知道吗？直播间哥哥姐妹。对的，咱这个甲鱼收到货死了怎么办？收到货死了包赔，收到货缺斤少两包赔啊，收到货没有2斤，少一两我赔一只。只有做3单了啊，少一两我赔一只，少一只我赔10只，好不好？免单包大哥，咱那个我不是给您送了一只吗？平时咱是卖到200多的，今天在我直播间我说了，买一只送一只，到手2只，就别给我带节奏了，好不好？多少来着？99两只，还有几单？还有最后2单了，已经只有最后2单了，是不是？来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最后2单啊，拍了咱就恢复那个，我们就恢复200块钱了，好不好？恢复那个非，那个什么。恢复200块钱一只了，好不好？直播间的哥姐们，咱今天刚刚开播，给大家做一波开播福利，好不好？来，你把上面那只看能不能挖出来了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挖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品质。对的，99啊，99几只呀？99两只。99两只。对，99两只，一只有多重？一只的话是1斤2两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手上这个就差不多1斤2两。1斤2两。对的，我手上这一只甲鱼的话是1斤2两哈。
一斤二两，两只在两斤到两斤半啊。我手上这只就是一斤二两，但是哈，今天在我直播间，我都只按照一斤的价格给到你们，好不好？是啊，都只按照一斤的价格给到你们。来，直播间的哥姐们，给你们看一下咱们这个甲鱼的一个品质，看到没有？咱这个甲鱼的裙边啊，特别的厚，真的不是那种温室甲鱼，温室甲鱼裙边特别薄，没有什么营养价值啊。如果说收到货，咱这个甲鱼它是那种温室甲鱼的话，您收到货直接给我退回来啊，99一毛不少的全部退给你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对的哈，99一毛不少的退给你，送你的那只我说了今天送给你吃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嘛，要那个黄壳的，是不是？来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想要黄壳的下单备注黄壳啊，想要青壳的下单备注青壳就可以了，行不行？知道了。那个甲鱼一只有多重？一只的话是一斤二两，一斤三两，一斤四两。今天在我妹妹直播间，我都只按照一斤的价格给到你们，可不可以嘛？姐，快点，最后一单了，准备下链接。只有最后一单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准备。来，最后一单啊！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最后一单谁拍到就是谁的哈。咱那个甲鱼的话，现挖现发的，拿回去怎么吃？您拿去炖老母鸡嘛，炖乌鸡，炖鸽子啊，炖枸杞都是可以的。都没问题。你像咱们家里面啊，家里面那个老人小孩需要补钙钙的哥哥姐姐们啊，您用咱这个甲鱼拿去给它炖个老母鸡，炖个乌鸡都是可以的，大补的，知道吗？来，我这只甲鱼是黄壳的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咱这只甲鱼的话是黄壳的，想要黄壳的下单备注黄壳，想要青壳的下单备注青壳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要看一下咱们这个甲鱼的裙边是不是？来，想要看裙边的哥哥姐姐们，一定是懂货的，是不是？是的啊，要黄壳是不是？老龙，要黄壳的下单备注黄壳，下单直接备注，啊，想要青壳的下单备注青壳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给您看一下咱们甲鱼的一个裙边，看到没有？刚刚有点挖伤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但是这只甲鱼我不会送给你们啊，我不会给你们发的，咱给他发的都是好甲鱼啊。来，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甲鱼这个裙边，您看到没有？这个裙边肉肉特别的厚，满满的胶原蛋白。如果说咱这只甲鱼它不是咱那个不是土甲鱼的话，根本啊根本它就没有那个没有裙边没有这么厚的，知道吗？啊，看公怎么去分公母。来，这样子您看这里吗？看那个尾巴，它那个尾巴要是超过裙边的哈，看这只就是公甲鱼，尾巴超过裙边有两个品种，嗯，对的，尾巴超过裙边就是公的，尾巴没有超过裙边就是母的，好不好？嗯，是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啊，要黄壳的是不是？要黄壳备注黄壳，要青壳备注青壳。要黄壳的下单备注黄壳啊，要青壳的下单备注青壳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一只有多重？一只的话是一斤二两，一斤三两，一斤四两。但是今天在妹妹直播间，我都只按照一斤的价格给到你们，好不好？知道。来，我手上这只有多重？我手上这只的话是一斤三两。今天在我直播间，我都只按照一斤的价格给到你们，您看到没有？来给你们看一下，有我这个手两个手这么宽啊，收到货死了怎么办？收到货死了包赔，缺斤少两包赔啊。收到货我说了两只保重两斤到两斤半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收到货要是没有两斤的话死了啊，没有两斤少一两我给您赔一只。少一只给您赔十只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对的，可以的，是不是？来，弟弟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那个？两个没付款的，还有两个没有付款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踢掉了。来，把那两个没付款的给他踢掉，99两只吗？对的，对的，99给他发的是两只，不是一只啊，而且给他发了这个甲鱼现挖现发的。啊，要看甲鱼的那个八字骨呀！天啊，你看这个哥哥真的是懂行，真的是懂行。要看这个八字骨的哥姐们，来给你们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昨天哥姐们想那个八字骨哈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咱这个甲鱼的话就是有那个八字骨的。为什么这个甲鱼它有那个八字骨？因为咱那个。